翱翔。我即马家己已经飞到真高了，就敢若亲像飞人机伫个飞同款。不过飞人机伫个飞飞到半空中，有时会撞到乱流。但是要把握，要把它稳定。那稳定下来呢，才可以飞更高。我演一百出来，比恁哦食宵夜好较济。啊，你嘛是同款。这个艺术，就要万底深刻。我到今仔这个程度，我一定啊搁一直深入咧研究这个身段的问题。我感觉我搁无够。咬字，甲这个表情、眼神，一定要做个到底。所以我今嘛咧，有一个使命感，有一个责任，来甲这学生来甲探探探好关。像我一样，飞得稳定，飞得更高。